好，我在这边就把它贴上。好，进来了。那待会呢，我们就来找找看那个工具在哪里。好，那这个部分呢，请各位同学先完成一下，好不好？你先找到我们的范例图档，看你要哪一张，自己找也没关系，都 OK。等一下我们要先进行去背。好，你找到你觉得适合的图之后，第一件事情我们得把人拿出来。那你要做去背这个动作，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云端去背嘛？但是我们今天不要那么偷懒，我们用 Photoshop 里面的一样可以做。你想看看，我要把这个人抓出来，最简单的方式，现在 Photoshop 有比较厉害一点的嘛，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叫物件选取？在这里，好，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它这个呢，在我这一张图来讲，其实效果不错啦。所以你只要把你要的物件外围框起来，放开。哦，还好，吓我一跳。有没有感觉？大部分有选到的，但是脚的部分还有点不 OK，没关系。我们再搭配其他的这个，有没有快速选取工具？哎，我来针对刚刚他脚这边比较不 OK 的，我们就来加选。那记得一下，你要按住什么？要按住 Shift 哦，按住 Shift 才会加选，对不对？不然就上面这边要按一下。那我们呢，笔刷的大小，各位知道快速键是哪一个吧？左右的挂号嘛，对不对？记得哦，不能在有中文的状态下快速键才能用哦。好，我就来这边按住键盘上的 Shift。OK，好，我们从这边刷一下，让它把这里补起来。那这里呢也有圈，有没有？一样按住 Shift，你把它补一下，这样就可以比较快的把整个这样的范围大致上把它抓起来，这样有没有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你说这个有没有抓得很完整？老实讲，不管你是用我们刚刚的这个物件选取，还是快速选取，其实它的边缘都没有很完整哦。哎，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再怎么样做一个调整？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用过，在这边有一个叫选取并遮住，有吗？有看过，但是跟它没有很熟。好，所以只要你有任何的选取范围，都可以进到这个地方，不限跟我一样的工具哦，你用矩形的也可以。好，你看我就把它点进入到这个地方。好，进来之后呢，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在左手边这里，其实呢，它有几种显示的方式。好，那你看我比较常用的是以前的这种方式，叫做覆盖，因为这个我可以很清楚知道它抓到哪里，没有抓到哪里。你有没有感觉到，像这里没有抓得很好，这里是没有抓得很好，这个一定的哦，它没有办法说都很完美。那针对这些地方，如果你是比较大范围的，当然你可以再去做调整选取区。可是呢，如果你是小范围的，老实讲，我们可以利用这里面所提供的工具，就可以帮我们去做微调。尤其是那种就是像头发啊，这种边缘比较不清楚的，比较容易混杂在一起的，它可以做的效果蛮不错的。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的背景颜色刚好跟现在这个红色比较接近，请问可不可以换颜色？可以的，好，你可以自己视你的需求，好，去换一下，不管是前景颜色还是背景颜色，好，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那我现在呢，就针对这一块，好，这边来跟各位说明，你看左手边，左手边它预设就是选取工具没问题，但是你看下面有没有比其他的笔刷？这个叫做什么？有没有调整边缘笔刷？这就是给你拿来画这个边缘的。
那笔刷大小，我会把它调成跟我的边缘差不多大，有没有这个？像这种边缘差不多大就好。那你要怎么刷？刷在这种就是混杂不清楚的地方，你就把它刷下去。哦，你就把它刷在这个混杂不清楚的地方。哎，我是刷错了吗？变。哎，我应该要变。哎，对啊，边缘笔刷。但是这个有点，我看一下，因为它太多了。好，我来把它这里，哎，这里刷一下，刷一下，刷一下，这里刷刷，哦，你就刷在那个不清楚的地方，像这样刷下去。这样子，这样 OK，好，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好，那我怎么知道到底好不好？你也可以怎么样？我用另外一个检视方式来，有没有按到黑板？你有没有发现到，原来我们刚刚做的这件事情，这里有变成这样子的？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需要的？好，那你有发现，哎，腰这里有突出一块，哦。所以，我透过不同的检视方式，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你可以去检查看看哪个地方 O 不 OK？好像这里还有一点点，我就再刷一下，它就会帮我把这做好。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帮我们把边缘调整的比较 OK。那如果你已经做好了，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在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叫做输出设定，平常大部分大家都没有改，然后就按下确定，对不对？你这样确定的话，其实它只是会变成一个选取范围。来，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变成一个选取范围？但是这样其实并不是最好。好，为什么呢？来，你看我现在重新进来一下，你可以从这里，你看我把输出设定打开，因为预设真的单纯就是变选取范围，可是呢？你常常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原稿复制一份就留着，对不对？所以你就干脆让它怎么样？请你直接帮我新增一个图层，用图层遮色片的方式把它遮住就好。按下确定。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层原稿有没有留下？眼睛自动关掉。上面这一层是不是用图层遮色片帮你做好了？万一不满意，请问可不可以修改？是不是还可以保留这个修改的功能？所以你的背景打开就看到。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叫他出来玩啊，这样子就出来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要处理的，人如果跑出来之后，请问他原本这个地方要不要把它修掉？要不要恢复成原本海洋的状态？海岸的状态需要吗？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就要再看另外一个功能，把它填满回去，这样 OK。好，所以第一个动作呢，麻烦大家，请你先把我们的主角先把它去背好之后抓出来，背景先留着，好，留着一份。那待会呢，我们要来处理这一块。现在我们要针对背景图来处理一下。那你可以先把上面我们去背完的这个图层，眼睛先关掉。那我想要把刚刚这个选取的范围先找回来，怎么办？按住键盘上的 Alt，对不对？点后面这里，有没有？我现在 Alt 按着，点后面的图层遮色片。Alt。啊，抱歉，Ctrl 了哈、哦、，Ctrl 键按着点这里，你就可以把它原本的图层是不是选回来了？那个选取区。那我现在针对下面这一层，我想要把这个人的范围拿掉，
重新补回我们的背景。请问，你以前如果要做这个动作，你会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帮我们？直接橡皮擦直接 delete 一定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它后面是需要补东西进去的。我问一下各位，你有没有用过一个功能叫做内容感知？有，很好。来，你看，如果你选好之后，你就来这边，不是选这里哦，是选填满，有一个是不是叫内容感知？但是如果你直接用现在的这个选取范围去做，我只能说你会得到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我们试看看，有没有感觉有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效果？隐隐约约知道那里有个人，所以效果好不好？好像没有很好，对不对？那为什么明明就内容感知了，为什么它就不能感知好呢？因为你的选取范围不对。你现在要让他有所感知，必须要让他知道什么？我外围的资讯多一点，他才有办法把外面的资讯拿来填到里面来。我们刚刚是不是紧靠在他旁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抓到太多外面的东西，这样了解吗？好，现在呢，我把这个范围选取的范围，可不可以往外扩张一点？我把它往外扩张，比如说我扩张10个像素，这样出来一点，我可以抓到更多的外围的资讯。这个时候你再来用内容感知，有没有感觉这是比较神奇一点？这样可以接受吗？当然也有可能还是不够 OK，可是你可以再针对这些比较小的地方，是可以再做修正。好，也许一次没办法完成了，你可能就做2次，再做3次。不要想说我一次就要全部 OK 啦，因为照片本身的后面绝对没有那个天空的资讯，它需要拿旁边去补。这样了解？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处理这张图的时候，你第一个要会的。哎，我要把人抓出来，那你要会我们刚刚的去背的工具。要把人补回去，好，就是把这个人补回去，原本位置的内容补回去，你就要学会内容感知，这样了解？OK，所以这样才符合我们要接着开始使用待会那个变形工具的基本条件哦。OK，来麻烦各位看看你自己的有没有完成的。